圣主，这马年岁已大，怕是治不好了。若是治不好，我只好把你杀了，换个人再治。圣主饶命！圣主饶命啊！饶命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能治好吗？能。能，圣主，在万龙门混了这么久，你也该把你那鸡大点的胆子变得大一点了。可是，还是应该与人为善呐。你不好好在屋里待着，跑出来干什么呀？哦，对了。 我是来问苍岭哥哥的，哎，苍岭哥哥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被南山主治好，丢出沉寂山了，性命无碍，别担心了。原来万路门的南山主这么厉害的呀！可是苍岭哥哥伤的那么重，他真的一天就治好了吗？不然呢？他顾寒孤傲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我能让他当我的南山主吗？哎，那你呢？你也是被他治好的吗？ 我看昨天北山主给了你一仗，好像你也没事了呀。吃了颗九转丹而已，不过九转丹也是顾寒光炼的，算是他治的吧。九转丹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是那个宁气生仙图，不舍九转丹的那个仙药。哎，那你们南山主可以炼九转丹，那为什么他不依自己呢？哎，我听人说过，他以前 还是个翩翩公子呢。你还知道挺多。我这南山主，他以前是十大仙门虚宗门之人，后来叛出虚宗门。他姓顾，名臣字寒光，人称阎王仇，因为他医道修的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。他年少成名之后， 便常年隐居山野，不见踪影。后来再有他的消息传遍江湖，就是他被我招入万路门时。他从一个美如玉的翩翩公子，变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男子，从此极为畏寒，再难痊愈。从那之后，江湖流言遍野，说我陆昭瑶贪图功法，用力过度， 将顾寒光害了。那到底是不是你啊？我陆昭瑶风里来浪里去，纵横江湖这么多年，放眼全天下，没有一个男人能比我更帅气。他顾寒光只有医术能入我的眼，要论贪图功法，也是他顾寒光图我的功法才对。 那他是因为一个女人才变成这样的，可不是为了我。那是谁啊？这是顾寒光的事儿，回头你自己问他呀。别嘛，我怎么好意思去问他嘛？你就告诉我一点点，我保证，我努力帮你做好事，好不好？做好事难道不是你应该的吗？别回去月峰了。 直接下山干活去，现在就去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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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。嗯。 您需要帮忙吗？不了不了。哦，哎，您需要帮忙吗？哎，您好，您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芷烟。
苍岭哥哥，纸烟，快随我回去吧。南山主已经把你全治好了，治好了，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。不，我要带你走。苍岭哥哥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啊？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我们根本也回不去了。在我看来，现在的剑心门比万路门凶险百倍。 我在万路门待得很好，他们没有囚禁我，也没有打我骂我，你看到了，我现在完全可以自由出入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以后也就别说带我回去了。你走吧。门主，秦芷烟呢？已经回西岳峰了。把卓辰殿收拾出来。卓辰殿。 收拾干净，屋内东西别摆设太复杂，简单就好。把床榻摆在西北角。西北角，那不是与门主的卧榻仅一墙之隔。照做。是。 门主。 门主吩咐了什么事？ 算了，这样做对苍岭哥哥也好。哎，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你好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您好，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您真的不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哎，我可以，我。 抱歉，李门主，对不起，冒犯了，起来。 你可知有人要取你性命？啊！我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下山？帮陆昭瑶做好事。以后下山，让阿大跟着你。日落前必须回万路门。是。 多谢门主将我送回。拿着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下次带着他出来。哦，好，好的。你且去将东西收拾收拾，稍后你同我前往无恶殿，我在这院中等你。 你怎么和小丑八怪一起回来了？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不行不行
果然还是不能和李晨兰待在一起，我走路都快动手动脚了。他不说话，身上那股气息都快压死我了。下次记得喊他师傅，自然一点，可爱一点。来，学给我听听。师傅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手里？他给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定情信物啊！快带上去勾引他一把，让他去藏书阁给你找点更好的秘籍，送更好的丹药。不，我不去。没出息。我去。师傅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无恶殿。为什么突然要去无恶殿啊？你不是我徒弟吗？门主徒弟，哪有住在戏月峰的道理？这小丑八怪。你不想去？啊，没有，想去，去啊！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哼，你就是喜欢上了这个身体，想跟他住在一起，时时刻刻都能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占便宜是吧？别以为我看不透你，你这个小闷骚。师傅，这条路太长了，我腿都走酸了，要不你背我吧。过来。我很重的。背得动。走了。快点儿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师傅这鲛人砂摸着还挺舒服，我忍不住多摸了几下。摸吧。我的功法呀！师傅你累了吧？不如把我放下。不累。姑娘。这里不比沉寂山其他地方，以后姑娘住在这儿还望多守规。停，
这儿的规矩我知道。我听他的，而你得听我的。行了，我罚了，下去吧。魏长，我之前说的对不对？秦直言这小丫头一点也不好对付，关键门主还惯着她。小丑八怪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床摆放位置的蹊跷，隔壁不就是你清波殿的床吗？那拆了这堵墙不就等于和你同床共枕啊？贼心招人若饥。既然近水楼台，我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？牛头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有人欺负你吗？谁敢欺负我呀？太阳快出来了，走吧，去灼尘殿。灼尘殿在哪儿？无恶殿后边，清波殿旁边。你以后就住那儿，自己找路上去，不行就问别人。现在万路门没人敢得罪你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去吗？我要去找顾寒光。干什么？偷毒。白芷、三七、凤根果，哼，这方子倒是稀奇。女魔头，你回来了。这哪来的汤啊，女魔头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快把这汤给李晨兰送过去。我？不然呢？哎，等等！女魔头，我就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嘛。行了，去吧，一定要盯着厉晨兰把这碗汤喝得一干二净。我在里面放了点好东西。去啊，走啦！稳住，别慌。
真没用。就再让你得意一天。定情信物给我带上。哦。真麻烦，改天我去做个一模一样的，我们俩一人一个，省得来回倒腾。这是重点吗？女魔头，我怎么感觉我要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？我可是坐等明天旭日出生呢。师傅，白天的汤洒了，我重新给你熬了一碗，你尝尝。寒光的七步岛，无色无味，见血封喉。时候立即送你去阎王殿。小丑八怪，你给我到地狱忏悔去吧。师傅，我先走了。什么情况？他喝光了呀，为什么没倒啊？这女魔头，你回来了。顾寒关的破药根本不管用，这不行，还得想个别的法子杀他。不是吧，女魔头，你还来啊？你别造作了，我受不了了。那日有人偷了我炼的毒，原来是下给你了。嗯，你知道是谁？嗯，李晨兰，你别给我找事儿啊！从此以后啊，你怕是得有不少事儿了。门主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最近对沙阵感兴趣了，新学了个阵法，正在试呢。没伤着你吧？啊，上手挺快，还差点火候。女魔头，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？一会儿熬汤，一会儿摆阵的。你要是继续这样再折腾下去，万一惹恼厉晨岚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啊？到时候就把你推出去，让他把你砍了。女魔头，你好坏呀！女魔头，你是真的一定要杀厉晨岚吗？嗯，非杀不可。非杀不可。可是你现在功法也没有了，也没有北山主愿意帮你，
就算是你当上门主，时间也不会长久啊。我陆昭瑶要的东西，谁敢抢走？再说，这门主之位本来就是我的，现在既然我回来了，再坐上这门主之位，任何人都休想把我赶下去。那厉晨岚不就把你位置抢走了？他有什么？不就有个万钧剑护体吗？我觉得我错过了一把剑，就像错过整个世界一样。万钧剑，都时间那么长远了，你还在想啊？牛魔头，我觉得呢，这个世上一定还有个万钧剑一样的神兵利器，甚至比他还要厉害呢。嗯，好妹妹，你终于有用了一次。啊！女魔头夸我了。师傅，进来。师傅，今天月色好美，徒儿想邀师傅一同赏月，不知师傅公务是否忙完了？嗯，戏月风凉亭，理当月色最美。走吧。师傅真好。师傅，月色好美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看暗龙卫们练武，大家都好生厉害。好像各自都有特别的武器，那个阿大使的大锤，林子玉的鞭子也好漂亮。上次北山主欺负我，用的是那青钢拐杖。啊，我听说南山主手上的金针，除了救人以外，也可以杀人无形。可是我身上好像没有可以傍身的武器。师父，四海之内，可有你看得上的武器？哼，我喜欢万钧剑。你把它给我呀。听说海外仙岛六合之上有一把宝剑，本是山天之上的钢铁之石，受天雷风霜打磨，日复一日，竟变成了一把宝剑。它是六合天一剑。你倒是好品味。那师父，我今日忙，隔日帮你去。听说那把剑还有手剑神兽，海外仙岛暗藏危机，千百年来无数勇士丧生于此。师父，你就不怕？今晚的月亮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只要你喜欢，那就够了。跳什么呀？这难道也是空空丸的副作用吗？太没用了，一句情话都承受不了。我欲离开沉寂山两三日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暗罗卫代我掌管门内一切事务，若有什么问题，等我回来再议。是。下去吧。阿大，在。保护好秦芷烟。是，门主。子怡姐，门主以前甚少出山，此次离开万门门会是因为什么事情？门主自有门主的打算，门主不在这几日，兄弟们都警惕些。是。对了，
盯紧卓辰殿。好。哇，你从哪儿弄的？和厉晨岚的那个真的一模一样。万路门里门道多着呢，你好好带着，带在显眼的地方，这样厉晨岚才能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。哎，对了，牛魔头，你知道吗？厉晨岚今天要离开陈绩山了。我估摸着，他应该是要给你取剑去。嗯。喂，你怎么没个开心的模样啊？哦，传说中千年前的老魔王是因为去取六合天一剑未成而身受重伤，才会死于魔道内乱。哦。所以你在担心厉晨岚是不是？瞎说什么呀！师傅，出去走走。好啊，走走走，走。这事动不动就来这么一下，我得短寿多少年呀、啊！稍后我便启程去海外六合岛，仙岛取剑，顺行术会受阻碍，或许两三天后才能回来。哦，怎么了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告诉暗罗卫即可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？哦，师父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受伤，早日回来，我会想你的。